当时那个污水啊，距井口有三米多深，被困人员的一张脸露在污水面上，他整个身体浸泡在污水中，而且一分一秒都不能耽误，快把绳子拿来给我系上，我去救他去。这个时候呢，我的那个随着有毒气的吸入啊，我的那个思维和那个行动啊也已经不协调了。后来我说，我要求说还得救他，必须救他，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第二次我说呀，这次我肯定能给他救上来，别下去了，太危险，等专业人员来了再说吧。劝我不让我下去了，我说不能等，我说不能等，真的不能等。任奶奶，嗯，你想好了吗？就只提这些要求。可是我觉得，闺女啊，这些天我躺在这床上，想了好多好多的事。你说我为了什么呀？就是为了养儿防老吗？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为了这个，不是为了这个。不过，你的决定我还是没有想到，闺女，连我自个儿也没想到啊。你说人家陈晓这孩子，天天都来看我，人家因为我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人家孩子当着我的面儿啊，一句屈都没叫过。要是跟人家孩子比比，我就觉着我越活呀，这心就越小。说实话，陈晓的孩子啊，确实挺难得的。嗯，还有你，跟那个苏记者，你们为了我的事儿啊，把心都操碎了。真得谢谢你们。告咱啥玩意儿啊？啥事儿啊？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厅。请坐。现在开庭，请原告陈述一下你的诉讼要求。任奶奶，嗯，您说话的时候啊，得大点声，得让这里所有的人都听到啊。嗯，法官，我要让他们付给我房钱。找人要房钱啊？九个月的。我不知道原告所指的房钱是什么，但据我所知，我的当事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长期稳定的住所。也从来没有住过原告名下的任何一套房产。这儿啊，在这儿啊，他们三个都是租约，在我这儿住了足足的九个月才生出来的。我就是要听听他们说，在我这儿住过的这九个月，认不认？认吗？认吗？认，认，认。我要的就是这个。那九个月的房钱，就让他们看着给吧。
我是想让大家伙都知道，我任秀英有儿子。大今儿个气，我老死，我病死，都不用他们老生了。原告，我想确认一下，你对三被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表达完整了？我把他们生出来，我把他们养大抚养成人，就只有一个念想，就是盼着他们没事儿、没病、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法官，我都是一个土埋脖子的人，我还能有什么更多的要求？没要求，我从来就没有过。既然原告已经有了明确的表达，我觉得这场官司就没有必要再打下去了。原告，你是否撤回本次诉讼？既然他们认了我这个妈，法官，我撤诉，我撤诉。李佳，丽丽，李凯，你怎么来了？我是来看看今天法庭上什么结果。你肯定猜不到。不会是你们败诉了吧？哪儿啊？是老太太临时撤诉了。撤诉？为什么呀？一言难尽啊！你现在啊，到病房去看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哎，他那三个儿子现在正在老太太病床边抹眼泪呢。不会是老太太怕了吧？不是怕了。是化了，化了，什么意思啊？是被老太太在法庭的举动感化了。走吧，咱们吃点东西，边吃边说。我们刚要扶你老太太上车，突然那几个儿子跑过来，扑通一声就给老太太跪下了。话说也应该，我现在对这个老太太倒是刮目相看了。这明明能赢的案子，说撤立即就撤了。我估计老太太可能想明白了，如果打赢了这场官司，她可能从此就彻底失去这几个儿子了。你说呢？我倒是觉得啊，老太太那几句话说得好，娘对儿子的付出啊，从来都不计回报。也正是这种无私的爱啊，才唤醒了那几个鬼迷心窍的儿子。对，鬼迷心窍。人在很多的时候啊，是会莫名其妙的鬼迷心窍。但愿往后他们一家人也能像今天在病房一样。不管怎么样，这件事儿你们两个功劳最大。来，我敬你们。干杯。辛苦了。谢谢。Thank you.
打个电话，我再给你送啊。好嘞，谢谢啊。哎，自己好。师傅，哎，两个方便面，四个火腿肠，两瓶啤酒。哎，哎，对了，先拿一条红塔山。好嘞。哎，方便面、火腿肠，哎，两瓶啤酒。烟呢？哦，那个红塔山今儿没货了，我明儿才来呢。你要不来条别的？算了。哎，一共是15.1，你给15吧。行了，正好啊。慢走啊。我好像在哪见过他似几个瓶子你也烧了吧。给您。我可没有零钱找你啊。甭找了。你咋给我这么多钱呢？涨了。涨价了。找你呢，那烟到货了，我一会儿给你送来。不用，完了我去拿吧。我给你帮忙。谢谢谢谢，不用了。你这急急火火的到底找什么呀？媳妇儿，你还记得头几天派出所送了一张那个稽查通缉犯的通告吗？你放哪儿了？是带照片的那个吗？对对，就是那个。
夹在电话簿里了。像，真像，太像了。像什么像啊？你这驴唇不对马嘴的。我得再去看看。哎，媳妇儿，在家看着啊，我去给送烟去。辉哥，妥了。嗯，我知道了。师傅，刚才110接到举报，说发现魏三怎么，我现在正赶过去，当地派出所的人也赶过去了，武警也随后就到。孩子，千万注意，这个魏三子手里有枪，又是个亡命之徒，最好能抓活的，但是你不要冒险，一定要记住我的话。师傅您放心吧，等着我的好消息。这间屋啊一直是出租，房主也不在本地，虽然是一楼，但是前面有防护栏，后面门也是双层的防盗门，如果强行冲进去肯定不行。哎，他昨天呢在我这儿买过烟，当时没货，要不这样，我假装送烟，把门叫开，哎，你们看怎么样？不行，这样太危险了。警察同志啊，只有这样才能把门叫开啊。杨子，你一会儿给他拿一件避弹衣穿在里面。好，很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一会儿只要他有开门的行为你就撤到旁边去，后面的事就交给我们了。明白。
要的红塔山，我给你送来了。郑文辉在哪儿？郑文辉呢？这小子这回成英雄了。老刘，方警长。哎，老刘，这回你这徒弟干得不错呀！啊，就是有点冒失。坐。哎。哎呀，你看这回咱们起获了银行抢劫案的全部被劫款，又打死了魏三子这个主犯，那离案件的全部告破就不远了。但是剩下的这个郑文辉，可是最难对付、最危险的对手。师傅，我准备再查一查近几年没破的悬案，看看有没有新的线索。嗯，案卷要查，要到群众中去明察暗访。说不定我们会得到什么意外的发现呢。是啊是啊，你说这回要不是有群众举报，那这个魏三子说不定又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带着钱逃跑了。对了，师傅，这钱怎么办呀？放回去。放回去？不把鱼饵撒足了，我们能钓到大鱼吗？这也太冒险了吧。老刘啊，你怎么带了这么实诚的徒弟啊？师傅就实诚，徒弟也差不到哪儿去。算了吧，你个老狐狸。老队长，魏三的一死，郑文辉可就成了孤家寡人一个。可是咱们办了这么多案，都知道亡命之徒最可怕。就算是他不回来报复了，那万一他跑了该咋办呢？郑文辉为什么抢银行啊？为了钱呗。那钱呢？被咱们给收了。这事儿谁知道？您、我、方局、凯子、杨子。对嘛，郑文辉并不知道钱在咱们这儿。那您的意思是继续钓鱼？对，只要不是报纸上登了，啊，我和你妈还蒙在鼓里呢。你说你怎么天天出去玩命去？凯子，你可跟妈说实话啊，这报纸上说的都是真的。你跟那罪犯枪对枪，就差那一眨眼的功夫。妈，没有报纸上写的那么夸张。再说了，我们警察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行了，你什么也别说了，我跟你妈呀，为你担不起这个心，你要想让我和你妈安度晚年，你赶紧着把工作给我辞了去。你就是什么都不干，我和你妈也能养你一辈子。你们都知道，这当警察是我从小的梦想，现在梦想刚实现了，你们就让我放弃了？你们能不能尊重我自己的想法？不，你当警察你算什么梦想啊你？啊，你这梦想你就是玩命。我和你妈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能看着你天天玩命行吗？你们能不能理解我？我好歹也在外面立了个功，到你们嘴里就成玩命了。你们要这么不理解我，干脆我明儿不回来，省得在你们眼前碍眼。凯子，不是你，正是因为有你们几位的大力帮助，基金会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了这么多的事儿。我非常感谢你们。要是让我一个人唱独角戏，那我就没得唱了。喂，哎，哎，老嫂子你好。哎，李凯没在我这儿。什么？他跑了？跑哪儿去了？你放心，我一定把他找回来。哎，他不会有事儿的。好，好，好。怎么了？没事儿，没事儿。哦，那我们先走了啊。嗯，好。嗯，好了。
长，您是不是很担心他？你别看李凯平时乐呵呵的，其实这小子心思很重。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对他的那种感觉，就像父亲一样。我有一个女儿，但是我把李凯当成了自己的儿子，很多的牵挂都放在他的身上了。小王律师，你要是有时间，就找他聊聊，你的话他听得进去。这小子平时爱摆谱，我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都郁闷成这样了，自我感觉还那么良好。我来这儿就是找你的吗？我就不能过来玩会儿？想不到大律师也会打台球啊。瞧瞧我们富二代啊，连闹个情绪都闹得那么有品位。哎，我怎么觉得你老是瞧不起我们富二代呢？你是把自己当做创二代了，我就成了你的假想敌了是吧？不过我告诉你，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富二代，我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挣的。跟你开玩笑呢。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想喝什么？要不要我帮你点？不用了。其实是你师父让我来找你的，他不放心。我师父老是把我当小孩儿，不过也怪我自己，是我自己太不争气了。你师父好像对你挺好的。那是，师父是我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人，要是没有他的话，就没有今天的我。看来这里边好像有故事，说来听听。有一种孩子叫钥匙儿童，你知道吗？就是父母亲很忙，忙得没时间管他，给了他吃饭的钱和家里的钥匙，然后什么就不管了。通常这种孩子小的时候经常被别人欺负。我就是这种钥匙儿童。我记得有一次，一伙校外的坏孩子截住了我，他们不但抢走了我的钱，还打了我一顿。在我最无助的时候，一个警察出现了，那个人就是我师父。他不但帮我要回了钱，还严厉地教导了那些孩子。那儿以后就没人再敢欺负我了。从那次之后，我突然觉得警察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圣的职业。后来长大了，我就报考了警察学校，毕业之后我就分到了局里，也就成了我师父的徒弟。这一晃时间过得真快，师父现在也退休了，师哥也没了，这担子一下挪到了我的肩上，我感觉我还没准备好。人总有独当一面的一天，只是这一天来得比你心里想的早了一点。你想过没有，你师父为什么对你那么好？这是不是超出了他的职业范围？我也不知道，有可能就是我们爷儿俩之间的缘分吧。
没事儿啊，我和你爸都吓坏了，妈现在的心呢还扑腾扑腾跳呢。儿子，是不是那要报复您的郑文辉干的呀？哎，妈，您别自己吓自己了。爸，嗯，丢什么东西了吗？楼上我那卧室里，那抽屉里的现金、值钱东西全拿走了，还有啊，我那两个羊脂玉的瓶子，都拿走了。你心疼死我了。杨子，哎，你们几个上去看查一下。好。 儿子，你看看厨房，他们不光偷咱东西，还大吃大喝呢。你看这霍霍的，这是贼吃的？是啊，你看看。按照现场的情况，应该是一个惯偷。他偷完东西还有胆在这吃东西，这个贼的心理素质。 确实有点像郑文辉，真是他干的。我现在也拿不准，你赶紧着，让你师傅过来看看吧。对呀。好。走。 李凯，李凯，师傅，您来了。啊，爸妈，老刘啊，您来了。你放心吧，啊，这里已经进行24小时监控了，不会有问题。我就是担心呢，是不是郑文辉报复我们呢？这个案子和郑文辉没有关系。走，我到楼上去。对，上去吧。 小区的物业，锁好自己家的门窗，提高防范意识。杨子，哎，提取脚印。好。看着点什么没有？这个人应该是1米70左右，身体瘦小，鞋是胶鞋。这个花纹很特别，应该不像现在的鞋。 而且磨损很严重。嗯，还有呢？没有了。这鞋的花纹也没什么特别的，这是解放鞋的鞋印儿。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不过这种鞋现在这城里很少有人穿了，穿这种鞋的人一般都来自边远的贫困地区。
还是师傅眼睛毒啊。那现在基本上可以排除郑文辉的可能了。对了，这个飞贼可以顺着空调支架爬上去，功夫不错呀。我当年查过一个案子，是在贵州，那边的采药人那叫厉害，悬崖绝壁，一下就上去。杨子，你查一下周边的县市，有没有和这个案子相类似的？好，李凯，这件事你就不要管了啊，你就盯住郑文辉那条线。谢谢，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回头我请你吃饭啊。没事儿，我就是每个案子啊都记了几笔，也不太清楚，顶多省了你上网一点一点找的时间。不过我挺佩服你们基金会的，陈年旧案也要查，这种敬业精神就应该支持，不能让见义勇为者沉冤海底。有对的主意？我自己的，不过我想查清楚了再告诉他。你先替我保密行吗？好的，没问题。谢谢。你慢慢说。大姐，您先带着他们两个到里面去看看。好的，两位跟我来吧。作案手法一样，脚印也一样，基本上可以确定李凯家居民区的两起案件是同一个人所为。周边县市的调查情况也反馈回来了，最近两个月他们那里也发生了这种通过攀爬空调支架入室盗窃的案子。经过调查，他们锁定了一名四川籍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和我们在这里发现的犯罪嫌疑人非常相似。四川籍，这就对了。不对，我觉得吧，犯罪嫌疑人对这个小区非常熟悉，他有可能就藏在这附近。李凯呢？蹲在办公室两天了，对着那些材料发呆。您得说说他，这样可不行。这小子又犯轴了，你先回去，待会儿我把他拉出来透透气。好。把心绞碎了，
堆满了许多思绪。你的模样没有忘记，声音依然清晰，风把我的思念一起带走，像水如歌如泣。你没有走远，脚步还在继续，像花儿开在四季，永在我心里。是一种永远的美丽。你没有走远，脚步还在继续，像花儿